他身上最大的闪光点，他会帮我们这个时候会告诉我一些，我们两个会一起商量，或者他会告诉一些他的意见，这场戏有哪些小的设计或者小的调度能够激发出闪光点。对，比如说晒太阳那场戏，晒太阳那场戏，然后你们俩要说悄悄话，晒太阳那场戏我们本来叫的三星对方的名字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